穿这是什么诡异的袜子？天哪，好丑！我心个大，我心个大。你太小人了。还有两只小乌鸦。你到底多有多少小人？我们现在到湖里了，然后今天住的是包栋的民宿，我们要在这里住两天。这是一楼，有一个和室，然后客厅，然后这里是厨房，但它厨房不能开火，就只能用电磁炉煮些火锅什么的。但它这里东西很多，烤箱、微波炉、热水壶、电锅都有，总共有三层，每一层有两间房间，然后一间是有可以泡汤的汤屋，一间没有。这一间是只有淋浴间的，这是浴室，我睡这间。你好，嗨，看一下浴室长这样，这有一个化妆台。浴室其实可以泡汤，蛮深的。我们家少爷在干嘛？现在在打电动，等一下念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你念什么书，非常用功。哇，模拟考专二，他是四月要考试，统测统测，这么厚。其实他是来打麻将。欢迎加油！他等一下打麻将是不是？他看到麻将桌就哦。转哦，这样楼上看一下四楼是吗？是一个阳台吧？这里有准备一些小别墅给你。哪里？这个房间哦。应该他不该啦。哦。他想有五间房，这个可以有五间房就。我们等等要吃什么？还是料理还是要？就没开没有。今天是小年夜，然后除夕，明天也会住这里，明天应该会煮火锅。嗯。冷气哦。哎，这怎么没有？哦，这个有了吗？这个大卫生太，我又来了。你这是外音。每个人都这么大一个，是出什么事？是要出国？等一下，看一下这一间，这间是……哎，我觉得这里比较好，一样的。我在看《逆轮王朝》，因为我看完那个《衣袖红香边》之后，就觉得很有趣。结果晚餐来吃这个。红盘烧肉，红盘呢？然后部队锅在这里，还是要什么豆腐锅？加什么？豌豆刮起来，一个奖金这个钱好，感觉就没有了，没有、啊、FIL IV 来，快点再找找看有没有一个 F 的话就是500的，你真的是很有研究，没中哦，没中，谢谢，过年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吃饱之后来全联买一下，明天晚上就除夕夜，我们要在民宿自己煮火锅为炉的一些材料。看一下我们刚刚采购的结果，超满的。宵夜时间，又是梨田豆腐。有啊，拄我无先看，应该会啦。你看七十条哎，我们只有一条七十条，超丑的，我的七十条哎。那么多，唔买只。你讲我们下面生脚骨的，对脚。那个，这个，嗯。哎呀，午餐啊，都要自然醒。
对，你们喝豆浆啊，有豆浆啊。我是不是味？为什么是咖喱生的？不知道，又会很好吃。现在下午三点，出发去暨南大学看花，看什么花？樱花。今天唯一的行程，先去买饮料，再上，再去。还有地瓜芋头奶，酷，好酷啊！鲜芋头奶。火龙果、白龙仙果，是什么南瓜芋头？南瓜芋头，蛮好喝的。现在在暨南大学，我们说来看樱花，但其实好像还没有全部都开。其实我们这次来就没什么行程，因为其实平常亲戚家就在南投，很常回来。我只是想说放了那么多天假，然后大家一起出来走走这样。那我等一下。看完樱花就要回去煮火锅的。樱花是开过了还是完全还没开？还没开吧，这个看起来很像都还没开，只有这边而已。这花是，这好像是重瓣樱花，这还没开吧？你们来得太早。我们现在在暨南大学散步，他们说要走去全家买咖啡喝，全家好像在遥远的一边吧。因为我大学念的是台北士林那个名传，然后那个名传大家应该知道楼梯很多很高，然后我们的传播学院是在最顶楼，就是山顶，然后每次上课都要爬最多的楼梯的那种，就蛮羡慕别人的学校，就是很有大学的感觉。我都会叫他大学伟。学校就是要大才叫大学啊。只要洗。那、啊、我妈选。他交给你了。傻眼。那、啊、我这个要用什么刷？用那个装的这样吧。可能我试试看啊，缝缝刷。哎、欸，那你加爱洗碗吧。那很重，我来拿啦。不够咸，咸应该蛮够的。开掉了，红泡，红没有没有翻，这是四色牌。安安也在玩，也在玩，我们要传承下去，就打跟象棋一样。绿象有没有？两只就吃这样。红炮有没有？吃红炮。然后看谁先停牌。好吃。反正就一对一对一对的这样。现在好像很少人在玩这个。对啊。欸、会玩我自己。会玩这个人都很厉害。都很老。你弟弟才六岁。你好像也坐在这里。很老，好紧张哦。不用。紧张什么？就钱拿来而已啊，紧张。来，胡老。哎呀，耶、yeah, ！看你平常要做点好事。对呀、啊。我就平常好事做太多了。一只太胖。十块年了。我们。可是我没有钱给你哎。妈，那个你有钱哎？什么叫没钱找妈妈？换牌桌。换牌桌，换牌卡。东南西北，我是北。我是北，我记得是顺时钟拿逆时针打，忘记我是东顺顺时钟，都要顺时钟了，对啊，东那里还是四色牌的天下。初一的午餐哦，红冰拉面。班才开门，然后我们十一点就看地图是好吃的，然后看到，然后就先来，然后结果已经满了。对，大龙山休息了。
对啊。好，最早是在管小长没错。中午吃完午餐之后，我们就上山，就是雾社这边。我们今天跟明天晚上都住雾社，然后现在去吃晚餐。这里是应该算雾社老街吧，只有这里有吃的。有啦，对面有一间梨田，这里也在卖雪链诶。听说合欢山下雪了。来这里一个远离室外尘嚣的感觉，我不知道吃什么，随便逛逛。第二天继续麻将，我没有封好打，换个地方继续。那种跳脏的就拆啊，那边也在继续。有没有跳脏？今天初二，第四天，奥万达。这边长樱花伞，天气好好哦。天气好好。好漂亮哦！嗯，是一个神奇的入口。我想吃一个香酥竹虫。哦，好好吃！好恶心啊你！哦啊，超多！那你人要站起来，哎，这样也看不到你的人呢。刚来这边的，还是我来播吧？啊，来这边的，应该是我来拍的。啊，对对对对。我脸应该很丑。小石头。来，那么矮。OK。Oh my god！ 你哪个丑 ？Oh my god！ 那是什么？不是腥味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再看。什么味道？我还没吃啊。有虫的味道吗？虫的味道是什么？你吃下去了？对啊，吃下去了啦。我觉得它里头好像有一个发什么东西的味道，你吃什么东西？我现在想不起来。不是腥味，就是有一种味道。对，不是腥味，不是腥味。